跟妈妈来住饭店，然后她突然在房间里面跟我说有遗孤，对吧？所以给她气死哎！跟妈妈来住饭店，然后她突然在房间里面跟我说有遗孤，对吧？所以给她气死哎！拍我走进去吧 cameraman， 要回眸一笑，不是你就正常就好了，回什么眸呀。我们 cameraman 还是我妈妈，她现在很自豪了，因为她已经是有一个职业了，就是她正在这样子往后推，这是专业摄影师才会这样走路，这样拍我走进去吧 cameraman。 好的，要回眸一笑，不是你就正常就好了，回什么眸呀。我上台的时候的那个升降机，我下班了，我拜拜了，下班吧下班吧你。